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类型，联合一站式车道设有自助快捷通道同埋人工通道。供具备横琴口岸通行资格的粤澳两地牌车辆，以及获准进出横琴的澳门单牌车通关。从澳门前往横琴的时候，再有符合取车规定乘客的车辆，又或者司机不具备琴澳自助快捷通关条件，请使用第一、二号人工通道，而第三至第八号车道为自助快捷通道。只限同时符合琴澳自助快捷通关条件的司机驾驶非载客车辆通行。从横琴前往澳门的时候，第一、二号为人工通道，第三至第六号车道为自助快捷通道。以上是一般情况的通道安排，琴澳两地部门将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设置车道类型安排，请留意现场车道标示以及配合现场人员指挥。